这不是你想象的，对吧？虽然早有准备，却还是流泪。这不是我想要的，说什么无所谓，还不是让自己好过一点。这不是你想象的，对吧？在众人眼光之下，孤独而彷徨。这不是我想要的，说真的无所谓，到最后我还是必须面对。Yeah.